姻是人生大事，但婚宴就不是单是两个人的事，而是关乎两家人的面子。办婚宴可以说是封建游人。他们是相片的主人翁，林志夫妇1969年在九龙城的八号酒楼延开16围。当时婚宴有8道菜，热婚在前，主菜在后。对其中一道菜特别深刻，最难忘就是那个鸟巢，胡丝鸟巢咁样啦，佢整成好似汤碗咁嘅，跟住咧里边有啲内容啦，即系西芹鸡柳啊之类嘅嘢里边，咁跟住食到最后尾咧，啲人就即系开嚟食嗰啲脆卜卜脆嗰啲，等于你食虾片咁咯。佢所讲嘅彩凤竹鸟巢系上世纪50-60年代流行嘅热婚之一，鸟巢都几花功夫噶，要先将芋头浸软切丝，放入碗状嘅模度编织定型，再落油炸成。50-60年代嗰啲菜式咧就比较实际啲啦，吓就冇咩即系好名贵嘅嘢啦，但系通常啲件头啊嗰啲都比较大啲咁样啦，因为咧当年咧50-60年代咧，大部分香港人都系啲劳苦大众嚟嘅，咁佢哋收入唔高嘅，其实佢哋去饮宴咧，真系谂住去食饱个肚咁样嘅。除咗酒家之外，当年仲流行到会摆酒，喺屋企或者租礼堂设宴。各位饮多杯，先饮为敬。好似电影《旺角卡门》咁，其中有一幕是在天台摆酒的情况，厨师会到主人家的屋企即席烹调。今年75岁的陈伦在60年代初入行做到会，负责为客人设计菜单，到依家都仲用毛笔手写。嗰阵时我哋做的生意咧，就好似九龙塘啊、又一村啊嗰啲咁样。就算弥敦道啊，佢嗰阵时啲旧楼咧。佢有個騎樓，好大噶，可以擺得兩圍酒席。咁啊，個廳又擺兩圍，咁啊四圍台，甚至乎一個房又擺圍啊，都得噶。翻開60年代嘅訂菜單，一般會有8道菜式，菜式不外乎有魚、雞、鴨、蝦。其中較平民嘅菜單，一圍酒席大約80蚊，通常會有清蒸大碗魚，大多數係放入滾水直接浸熟，而唔係蒸熟。魚嘅鮮味更加容易保存，泥味較輕。